国人对于立法院长韩国瑜的反应，20到24岁，他算出来竟然是58.4%，碾压不满意，就连铁杆绿的哦，至少1/3的人是持有正向态度的。TGA 也软化了，你知道吗？这是让我最意外的。这份民调是在时刻模式解释之前做的，在一个整个样本数是明显偏绿的调上面。本来期待的绿营人都是反韩组的嘛，特别是年轻人哦，本来期待的是苦民所苦，睡到中午，结果民进党立委现在给我拖到下午啊，比韩鬼还扯啊，就韩鬼就洗白了。都做出赖清德的期待感比不期待感还高了，蔡英文竟然还是赞同小的不赞同，这负面的多。在这个中韩的氛围里面，在在野阵营里面或者非绿阵营里面，他有一个比较好的支持度，之前是虚的复活，那现在看起来是逐步的跨出基本盘支持度啊。韩国瑜的这个院长位置是越做越稳。